我也带他们出去旅游，很多 是没有错，很多的麻烦，但是我也就是让这个让他们知道哈，这个我特意也是请我给我暗示我太太，然后她有东西吃，她会夹，特别把它拿给她，拿给我的母亲或者我爸爸，让她，英文是叫做 make your wife look good。我也会去买东西，然后我太太她也会说，她也不戴这种戒指了，她不戴这种首饰干什么哈？我说没有关系，这个钱都不是大钱，然后你就买，我买给你，或者是你专门就买给他，让他高兴。我妈妈她会跟我讲说，我那个媳妇哦，常常会想到我哦，这个那我那个500块1000块钱，那就很值得了。当我们的弟兄们如果是就是这样子。常常的就是刻意的，然后就是要就要来改进啊。我心里面，当我太太常偶尔还会说你妈妈啊，你妈妈，我在想为什么你没有改变成就妈妈就好了哈。我的结论是，女人总是还是小心眼啊。这个我叫我太太的妈妈的时候，我叫的很自然哈。这个。他好像叫的话，好像是还是有一点啊，这个，所以没有关系哈。我的意思就是，只要这个我的妈妈认为他很好的话，那我就尽量。